いただきます。我在吃蛙，龙哥开始吃烤肉啦。地上面，地上面。这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了啊！哎呀，我真的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再来一口。啊！香香香！你这太辣了！辣椒酱。你知道为啥京都有那么多的洛阳人？京都和洛阳一样呀，京都有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他们有一种思乡的这种感觉。因为你知道，就是京都这个城市，它很多都是仿洛阳的呀。我这就是把洛阳搬过来的嘛。他那现在还有学校叫洛阳中学、洛阳小学。下次我们去拍一拍。哎，好吧。他那水叫洛水呀，是真的呀，不是假的。然后，别挨了，你先看路啊，你。你不要到时候又迷路了，这个不是迷路，是不是你准备往哪里开？人家都在停着等你的。哎，真是走错喽！你走错，每次你都会走。那你来，我不开，我开不了。行，你就开到大马路上，然后再看路嘛。小路怎么？小路的牌子都没有。下次我们找几个神社去拍一拍嘛。我又说，看点不一样。是拍点不一样，拍点冷门的这种神社。对，都去拍戏。要不去找日本的教堂拍？你找一个主题吗？不要主题了，其实主题很难找的，自由拍摄是最好的。看到啥？西边，爬去拍神社系列，然后可以拍女优系列，女优系列可以的，可以拍黑道系列，黑道算了，因为日本人黑道很礼貌的，很客气的，就找这些系列嘛，就找这些，就直接抓眼球啊。不是女优系列，你要到夜总会去拍啊，那得要给钱的，那肯定要给钱，你这拍摄的话，你至少一两万、三四万、五六万。你觉得有意思吗？你要跟那个经纪公司。对，我们这样，我们下次拍的话就拍在日本的华人夜生活，这样可以。然后呢，我呢也认识几个在这边生活的妈咪。对，那你找他们多好呢。但是疫情我不敢去啊，现在他们很多都发消息给我，龙哥最近来了很多妹妹啊，你过来喝喝酒啊什么，说疫情我没打针，我不敢来，等疫情过后吧。这一说从去年一直说到今年，没有，经常会联系吧，反正就在公寓楼下后面的小巷子里。但是大阪的夜生活我感觉还没有上海的夜生活丰富美丽，但是我们可以去拍一下，跟妈咪商量一下，哎，拍一拍啊，开两瓶酒嘛就可以，开个两三瓶红酒，两万一瓶，开个六万块钱，然后拍一拍，好玩呀！你说这个，反正我们自己过去也要消费的，对吧？上海消费，上海。不过有几家那个卡拉布里面有很多都是上海。东北的，上海的。不，他们家要不就马尼拉的，菲律宾的，还有越南的，还有少量的是北欧的，就是那个乌克兰的，啊，上海人也有。上次我去就碰到两个上海人。不拍了，累了。你刚才那个广告商，那个 The House， 那个广告商 The House， 你看那个也他是个小建筑公司吧，但是要跳楼，1780万一套起，不要，咱买不起，没钱。日币也没钱。不是让你买，不让你，就是不让你看，他跟你说，越说越麻烦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累了，回去好好吃肉了。饿了，你真的。就是上海话，就是一会儿见。哎，这位啊，这位啊，哎，这位啊，明朝位，就是明天见。你乱啊！我跟你歇会儿。
爱协，爱协会，对，乱话叫爱协会，爱协会，就是我休息了，瓦塔西瓦爱协会，嗯，瓦塔西瓦喝，不是你这个日语和中文要一起说的呀，那我太喜欢协会，就没有，这天你去说你去泡汤，嗯，我很想跟你说，红上。红上诺斯巴拉西，红上，红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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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红山不会斯巴拉西啊，因为我不在、啊。瓦塔西瓦不在、啊。我今天晚上在家跑，没事在家跑，在家跑，然后在家跑，附近的泡我。哎呀，反正这个日语啊，这两天我又没看。那没人管你，跟你说怎么学，你学不学是自己的事情，这个没人能怎么地，因为我也有作息，我也不一样，你天哪，反正这个东西我也不想找理由，嗯，因为理由都是借口，不找不找不找，不想找，能学哲学，不能学就哎呀，你说蛋花汤，等会烤肉我去买两个蛋花汤，我们吃你的蛋花汤喝吧。蛋花汤还要去买蛋花汤，我就直接会烧了榨菜蛋花汤，这是上海的。我很饿，我现在真的很饿。这个是属于坏人行为啊！不是，蛋花汤呢，我平时呢就是。我们说点别的，说别的，说汽车吧，说车模吧，车模吧。车模有啥好车模的？车模，拉倒。啊，model的，说更多吃的，说吃的，我真的馋虫都出来了。油起锅，榨菜煸香，加水，水开加打好的鸡蛋，然后加点盐巴，但是加榨菜的盐巴可以少放一点。一滚马上关火，但不可以烧老啊。然后起锅加葱花，加点麻油。说两遍，但是蛋花汤也可以加点肉，不会像彪子，不会讲，很会有，他们家粉真的，他和那个富库强拉面是一家的，不是哪里啊？这不是富库强，彪子24小时营业，哦，饺子，就是那种富库强，他和那个富库强拉面是一家的嘛，很牛的，没说洛阳了，不，因为洛阳和。说洛阳和上海其实有一定的这种特质吧，但是洛阳现在和上海比的差得很远吧，差得很远。上海是好，上海真的是好地方，我跟你说，是好地方。因为我喜欢上海的，大阪都没办法跟上海比。我当然喜欢上海，但某些地方是超越上海的。我喜欢上海，我很喜欢上海。我有个兄弟在上海，很好的兄弟在上海。前天打电话他说过年怎么过，我说哎，在这儿认识一位谈得来。挺好的一个哥哥，上海人。他说好呀，上海人好，上海人好。因为他很多人不了解上海，嗯，总觉得上海人很小气。有人觉得上海人难打交道。不应该说上海人很小气，应该说上海人他独有的一个孤傲，他独有的一个城市文化感觉良好，就是自我感觉良好。是很牛的啊，就是哎，我是上海人，他永远不会把外地人放在眼里。他是这样的，但是他的慢慢的文化融入之后呢，现在整个新上海人涌进来很多，他慢慢也就习惯，他要有一个过程的嘛。都说上海人小气，上海人不小气的，对吧？上海人是会过日子，不是叫小气。什么叫小气呢？你要明知道，就像那个当时那个假领子，假领子就是上海人发明的名字，叫嘎铃的，爱面子，对不啦？爱面子嘛，但是没有钱。他就做假领子，做了很多，每天换那个花样，是吧？叫嘎铃的。所以周立波他那个海派清球，清口为什么大受欢迎，就这个样子，是吧？你知道这个上海人傲吗？你知道吗？是孤傲。我能理解，就是其实你知道，就是洛阳，因为现在在全国的城市当中，洛阳就是微不足道嘛。但实际上，洛阳人因为他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文化底蕴在那儿嘛，龙哥。嗯，洛阳人也很傲，洛阳人也很傲，就是现在都傲。就洛阳人会说，我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，
然后呢，说不好听点，就是自视甚高，华夏原，因为什么？因为，我不知道你知道我喜欢历史吗？我不喜欢历史，我是喜欢历史。小李，就是你知道世界四大圣城是哪四大圣城吗？圣城，对，世界四大圣城。他又开始说教了。对对对，咱我听不清。就是雅典，希腊雅典，雅典城吗？圣城。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国内，我不知道你喜欢吃清真食品，你喜欢？清真食品，人们都有，它清真饭店都有一个，好多人朝拜跪拜的一个城，不知道你有印象没有？那个城叫麦加城，不知道听过没有？这三个，两个在中东，一个在欧洲，还有第四个圣城，就是东方的圣城，就是洛阳。平年刀过大年，对，正月十五，正月十五，正月十五过大年，过大年要吃啥？今天咱俩烤肉吃，烤要烤肉吃。正月十五来团圆，团圆和今天和小梁团圆，不是，只不过还是暗的，还得开灯。来哥，龙哥，来，我们干了，那你们哪里？来干！这辣椒，开玩笑的。干！我先干为敬，您随意。我尝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把肉架上去啊！这个先给我。这个油。你来，加进去自己来。烤肉吃到吐，不，这个还没吃。你别上了，你来那个，你来。这个我没烤过，这个你来煮。这个龙哥来，这个我没烤过。好的，好交给你了。我是向你推荐，下次你可以尝尝晋江的那个 A4 或 A5 都行。弹幕支持啊，留言支持啊！哎，龙哥今天烤大肉啊 ，A5 菲力牛排。